众所期待的 KBS 歌谣大助祭在29日晚间盛大展开。虽然今年因为罢工事件参与的歌手比往年要少，但还是不减大型歌谣庆典的欢乐气氛。2017年最大事的 101准备了多样的姿势，又可爱又帅气，让人超心动。XO 以八人之姿帅气出席，他们身穿黑色正装，只是站着就展现一线男团的霸气。不过感情好的他们陷害队友似乎是家常便饭。这种事情 ，TVBS 会给你们导致错的。像这个，我觉得我抱歉，或者是。而世界级的防弹少年团同样全体穿上黑色西装现身，最近刚入选世界最帅脸蛋的 V 少不了被拱拍单独照，这可是让他害羞到不行。